看第四题，他说阿尔法、贝塔都在第一象限，就是小于90度了。那 tan 阿尔法二分之一 ，tan 贝塔三分之一，这个阿尔法跟贝塔都小于45度，因为 tan 45度是一嘛，哦，这些都小于一，所以阿尔法、贝塔小于45度，那加起来它会小于90度。好，那 tan 阿尔法加贝塔应该多少？我现在给它取 tan 阿尔法加贝塔。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 tan 阿尔法是二分之一啊，加 tan 贝塔是三分之一，除以一减 tan 阿尔法二分之一，乘以 tan 贝塔三分之一，所以这是六分之五啊，这是也是六分之五，哦，一减六分之一嘛，这是一，所以阿尔法加贝塔哈，实际上是等于45度的。锐角在第一象限，所以答案是45度。